在加拿大开车，路况理想时已经够不容易，您还需要知道天气，尤其是冬天的天气，可能会出现很突然和迅速的变化。冬天在加拿大开车不容易，但如果早做准备，并且遵循一些简单的法则，就能使您及家人的驾驶更加稳健和安全。以下视频将能帮助您更好地了解冬季安全驾驶所需要掌握的秘籍。谈到冬季驾驶，您需要有以下相关的知识。 您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集尽可能多的资讯。不管您是看电视天气预报，或是511那样的网络天气更新，还是收听电台预告，或使用手机的APP， 他们都能提供有关气温、道路关闭、事故和交通路况的宝贵资讯。一定做到时不时看看窗外，因为有时您所在特定地点的天气可能比预测的更糟。 根据您出行时间的长短，查看相应时段的天气预报。一天之内天气会转好还是恶化，这可能会帮助您决定您需要多少时间到达目的地以及返回，或者是否可以取消您的预约，待天气和路况改善后再说。冬季驾驶时一定要掌握相关的讯息。冬季驾驶时一定要做到有备无患。冬季的天气条件下，能见度极为重要。 务必加满雨刷玻璃清洁液，并且使用能够承受严寒气候的品牌。记住，随车携带雪刷及冰铲，提前做好准备，清除挡风玻璃和镜子上的冰雪，这将使您在冬季驾驶时有足够的能见度。记得妥善地做好出行计划和物品准备，备有路边紧急救援计划，会使您更加安心。备好这些物品，例如应急打火电缆、便携油桶、手电筒、电池、打火机或火柴。 备胎及千斤顶、闪焰棒、旅行刀或多功能工具、电子尺及纸板，以备您需要在车底下进行维修时使用。记得带上您的个人救生物品，例如水和干粮、毯子、手机、充电器和其他电子设备。其他的保暖衣物，例如套头衫、手套和软帽，还有带些纸巾和卫生纸，可能也会派上大用场。记得做到有备无患。 冬季驾驶时，请确保装备齐全。冬季驾驶时，雪胎可能会起到天壤之别的作用。被现在雪里或滑入车流中可不是好玩的，但配备了正确的轮胎，可以给您带来绝对优势。如果您需要这方面的指导，请向专业人士咨询，他们会告诉您什么轮胎最适合您的车，并帮助您更换轮胎。购买新的轮胎当然最好，但考虑到一些人可能存在预算问题，一些预留齿轮较深的二手轮胎可能也可以帮您顺利过关。会用不同类型的轮胎会对方向操控和刹车造成影响。在前后车轴安装不同的两套轮胎，可能会导致车的两头先后打滑。似乎情况，这也可能包括使用四个四季胎或四个冬季胎，但每对轮胎的齿轮纹路或抓地特性各不相同。 为了最有效的刹车，最好的办法还是使用四个匹配的冬季轮胎。识别雪胎是否专门为严酷的冰雪路况而设计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看轮胎上是否印有三尖山峰及雪花的标志。冬季胎是用软性橡胶制造的，以保持低温下的延展性和抓地力。由于齿纹部分加入了二氧化硅等材料，冬季胎在湿滑的路况下能够提供更大的抓地力。四季胎和冬季胎不同。 温度降低时，它的橡胶会更快变硬，这使它在冬天的气温下不甚理想。定期检查冬季轮胎的气压至关重要。随着温度下降，轮胎的气压也会降低。保证冬季胎的气压正常，不仅可以延长轮胎齿纹的寿命，减少油耗，还可以保证您和乘客的出行安全。加拿大交通部建议最少每月一次检查您的轮胎气压。 汽车冬胎除了对您和乘客的出行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，实际上它还可以帮您节省汽车保险开支。一些保险公司，只要您的汽车装了冬季胎，便可节省高达10%的保费。请直接联系您的保险经纪查询详情。记住，在冬季驾驶时，务必做到有备无患。冬季驾驶时，记得做到安全第一。在理想路况下开车已经够不容易。 但在冰天雪地的路况下开车可能会更加困难重重，尤其是对新手司机或者没习惯在加拿大冬季驾驶的人来说。当您驾车上路时，您不仅需要留意前面的车辆，还需要留意您车辆周围的大片面积以及其间的事物。不仅注意车辆，还要注意行人、动物及潜在的危险。许多司机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跟车太近，和前面的车辆之间没有留出足够的距离。
在冬季路况下，这样可能非常危险。如果您前面的车需要紧急刹车，湿滑的路会让您无法安全地把车刹住。请尽量遵循三秒法则，在您的车和前面车辆之间留出至少三秒的驾驶时间，这样您就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做出反应，将车安全停下，避免撞车事故。减慢车速以及预留多一点抵达目的地的时间，都会对您的出行安全有所帮助。请尽量使用13秒的目测引导，眼睛看着前方多达13秒远的距离。这种做法不仅能够帮您判断最佳的行车路线，还能帮您发现任何潜在的危险。这个13秒目测引导能够给您足够的时间来变换路线及退出目前道路，使您的出行驾驶既安全又轻松。记得冬季驾驶时安全第一。冬季驾驶是一种技能，但做好妥善的准备能使您胸有成竹。请记住这些关键要点：了解讯息，早做准备，完善装备，确保安全。